美舰川航台湾海峡的行为呢，实际上是向台独分裂势力传递错误的信号，蓄意的干扰破坏地区形势，破坏危害台海和平稳定，我们坚决反对。我们要求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，慎重处理涉台问题。解放军呢，将始终保持高度的戒备，坚决地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。